院家那个十号小赖查杀。那我的请挥流我会先看一下哦，我会先七，我想先摸清楚冠宇的身份，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玩家，如果他是一个好人，可以协助我带队。好，发言五金水，请挥流先十一后六，但是后六我只是想听六八，因为他放掉其中一个，他都验七嘛，所以我觉得六八顶下，听完我可能会改，顶下先十一，然后先六，先十一后六，然后八我可能等下换。十号牌你自己都保二了，那你一定要在后面就是对六七八做一个防守动作啊。因为三这么准确，如果发到你一张查杀牌的话，然后五号我发你金水了，你等下你站三边，我被画圈圈了，你等下好好发言。过。当我们验了一个金水，那金水的票型是站反边的情况之下，我认为会有非常大把的时间去跟金水对话，就是金水，我是真的预言家，我验了你，你是金水，你要回头，你站错边。可是他是到时间已经过了，不能再讲话的时候才说金水，你好好发言。怎么会是叫金水好好发言？应该是说金水你要回头，所以这是井下很扣分的地方。好，我先讲，我自己目前是站三边，原因是因为十号牌很像又拿狼了，因为三发十查到什么，我真的是笑出来，我想说十号又拿了狼吗？因为你现在好严肃哦，你不要以为现在起状态，我现在也可以起状态，我现在轻松到不行哎，你们知道狼有多难打了吧？